李杰，哇，好球，厉害！啊，陶侃林什么对他、啊？对，这还是挺明显的。可能吴科稍微的啊，打陶一打一，一打一，这打不了，打不了，真打不了。林志杰给出来，福特森外线的出手，好球！大家看啊，低了。夹击可不是好策略。对，林志杰再给胡金秋，13-14。对，整个这个进攻啊，球完全倒起来了。刚才就是让那谁呀、啊，让胡金秋那一点过啊，那一点啊，过的太容易了啊，那个球丢的。但是你现在全队五分全是他得的，我觉得一直觉得这球员啊啊，技术水平在。嚯，又是林志杰，这第一节林志杰也够厉害，林志杰厉害，技术水平在啊，前五投全中啊。林志杰，这个在就是说在，反正在，哎呦好球、啊，林志杰真棒，得了41分。好球、嗯！相对这段时间啊，在防守上给过李京龙。李京杰，哇！好球，厉害！哟，哎，林志杰没人上，哎，这还传，哇，都定住了啊！防守都定住了。这个林志杰头脑转得快，嗯。所有人都以，嚯，林志杰也是强突啊！嗯，胡金秋过来做掩护，福特森分底角找到林志杰，哎呦！还是福特森队，对，关键球还是福特森队突分。厉害啊！